Một số cô gái có thể muốn sinh con vào một thời điểm nào đó trong cuộc đời và nếu mang thai thì bắt buộc phải đi khám thai sản. Trong video này, bạn sẽ học được tư vấn tiếng Hoa chuyên dành cho phụ nữ muốn sinh con. 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怀孕是什么，而它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妊娠，简单来说就是从受孕开始到分娩结束的一个过程。 它是书面而且较为专业的词语。怀孕的时候，孕妇常见的现象就是孕吐、害喜。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而且你的月经、大姨妈没有准时来的话，你可能要去买一支验孕棒，来检测看看自己有没有怀孕。如果你真的怀孕了， 记得依照特定的时间做产检。根据每个国家规定不同，有些产检项目可以申请医疗保险给付，有些则是必须自费。你可以上网或者是问你的保险公司，看看哪一些产检项目可以申请医疗保险给付。而常见的例行性产检项目有体重、 血压、尿液、尿液、超音波检查 B 超，还有胎心音检测，也就是检测胎儿的心跳。你怎么了？我煮的饭有那么难吃吗？不是啦。 我觉得我好像怀孕了。啊，你怀孕了？真的假的？对啊，这个月的大姨妈没有准时来。那怎么办？你要不要去医院做产检？不用啦，我去药局买隔夜孕棒测看看，说不定我只是不舒服而已。有一些高龄产妇或者是比较谨慎的人，通常会再做一些额外的自费检查，常见的有羊膜穿刺。 主要是用来检查胎儿是否有罹患唐氏症。大家记得看到影片的最后，因为我们有帮你们整理出所有的单字，你可以截图起来，之后去产检的时候就可以很方便参考了。怀孕的时候一定很期待小孩子来到世界上的日子，而医生也会根据每一个人的状况来预测一个预产期。 产就是生产，也叫做分娩。到了快生产的时候，通常会经历以下这些状况：首先，快要生产时，产妇的子宫就会开始收缩，这个状况就叫做宫缩。由于宫缩的关系，产妇可能会有阵痛、产痛，甚至是见红、 落红，这些情况都是非常难受而且痛苦的，要一直到孕妇发生破羊水或是破水，才表示宝宝真的要出生了。关于生产的方式有两种：自然分娩、自然生产。 剖腹生产啊！你怎么了？又阵痛哦！我肚子很痛，是不是要生了？有破羊水吗？不像是要生的感觉。那怎么办？要送你去医院吗？你这个饭是刚煮的吗？这个饭是上个礼拜吃剩下来的啊！我看它还没有坏，所以我就加热来吃喽。啊！ 我跟宝宝会被你害死，我要去厕所。啊，在亚洲很多国家的文化里面，女生生完孩子之后还要坐月子，也就是妇女在生产过后休息、调养身心的习俗。每个怀孕的女生都非常伟大，而且很辛苦。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对待自己的老婆还有妈妈。现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大家，你个人觉得生几个小孩最好呢？记得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吧。好啦，这部影片就到这咯。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很有用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还有分享给需要的人看。Cảm ơn bạn đã xem video của ngày hôm nay. Mình hẹn gặp lần sau nhé. Bye bye!